选择江阴市自行车道和空气品质净化区，为着要让民众当熟悉，亲自到自行车道亲近热带空气品质净化区，江阴市政府环保局特别举办的“亲近绿地深呼吸，打卡分享送好礼”的活动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。嘉义市政府环保局为了推广嘉义市空气品质净化区，自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十九日为止，举办亲近绿地深呼吸、打卡分享送好礼，鼓励民众走出户外，促进民众认识空气品质净化区，并增加使用率。记得一个空间，我们嘉义市总共设置了八处的空气品质净化区。那为了让我们嘉义市的市民可以更加亲近、更加熟悉这些的空气品质净化区，所以环保局在今年的10月20号到11月19号一个月的这个时间，我们举办了一个亲近森林、深呼吸的这样一个活动。那让市民到这个空气品质净化区这边来做一个打卡。活动期间，只要到加油铁马道、博爱公园、中央广场、溪民公园、富国中卫区、老厝地绿化工程等空气品质净化区，翕上你甲空气品质净化区设置的任何一个地标，会合上公开分享活动大文到嘉义市政府环保局脸书粉丝网页，并留言拍卡完成问卷填写，就用迄个可爱图做形毯。活动兑换时间是10月30到11月24日为止，数量有限，干那有600份，先领先赢，领完为止。谢谢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